将于8月24日播出的《非诚勿扰》绝对是历史奇观，某位男嘉宾竟然带着他的前女友们组团来相亲，更不可思议的是前女友们的现任男友也坐在现场，这而且不仅仅是前女友们，是前女友们和他们的现任男友一块来的啊。而且男嘉宾的前女友们是千里迢迢从澳大利亚飞过来专程支持他的。最感人的是他们要赶飞机，他们从哪儿来？之前是从澳大利亚过来的，你看澳大利亚来的，现在他们真的要赶着去机场。现场弥漫着幸福的气息，果真是买卖不成仁义在。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